散布谣言和学校意识的危险性，以及赠送全国安乐融世事业的任务。安乐在过程中说：“请师们啊，你们应当因为安乐，应当说真话，大就改善你们的行为，就是由你们的罪过。服从安乐及其师及其师师的人，学以获得伟大的成功。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乐，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师师，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真理和虚伪之间的斗争冲突是长期存在，永远不会停止的。正是安拉继承大地及大地上所有的一切。谬误用各种各样的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就是散布谣言，让人云疑云，毫无疑问。言辞是一种责任，无论是听读，谁没说一句话，谁面前都有天使当场检查，心中有病日，或是下恶势力散布谣言。一些人听到一些谣言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种行为对心理和理智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传播败坏的思想和信仰，能在人们和人们之间发生冲突对抗。牧师说，一个人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已经够的上一个说谎时，如果一些人听到一些谣言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已经够的上一个说谎时，那么一个人没听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惩罚是什么？以色列严厉进攻散布谣言，认为这种行为和符合教法的高尚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伊斯兰教命令穆斯林管好口舌，已经搞在人和与人之间挑拨离间，在同一社会中扰动激发。伊斯兰命令穆斯林只说实话，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正如安拉所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安拉，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又说：“他没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检查。”又说：“你不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耳目和心灵都是要被审问的。穆阿兹的传说，穆神说：“我告诉你，事业的首脑，事业的日柱和事业的顶峰，好吗？”穆阿兹说：“太好了，安拉的使者啊！”他说：“事业的首脑是伊斯兰，他的日柱是白宫，他的顶峰是为主道奋斗。”然后道友说：“我告诉你这一切的关键好吗？”穆阿兹说：“那太好了，安拉的使者。”他指着自己的舌头说：“关注这个穆阿兹，安拉的使者啊，我们要为自己所说的是负责吗？”他说：“哎呀，可悲啊，人们往往因为口舌的缘故
味道特是透如活鱼。散布谣言是一个卫星人的行为，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安全。学校经济增长前景，破坏祖国的稳定和安全，在国家中作恶，把绝望和喧嚣注入在公民和青年人心里。郭连星把他们称为煽惑人心的，正如安拉所说，为心的心中有病的，在城中煽惑人心的。如果他们人不罢休的毙命，我毙命你日在他们就不得就于城中和你为邻了。谣言是穆生所受到战争的手段之一，以我比如是为了反对穆斯林的宣教，外出伊斯兰的宣传和破坏穆生的形象而散布谣言，因此他们在人和人之间妄称穆生是一个说谎者。正如安拉所说，不信道的人们说这是一个手势，是一个说谎者，也妄称穆生是一个观望的诗人。正如安拉所说，并且说，难道我们无必要为一个观望的诗人而保弃我们的容身灵吗？也妄称穆生是占卜者，正如安拉所说，这确实尊贵的是人的言辞，并不是圣人的言辞。你们很少信仰，也不是占卜者的言辞。你们很少觉悟，这是从全世界的如将士的，在欧和。战役时义务被入时，为了让穆斯林撒散而逃就高呼，他们也杀了穆罕默德，这个流言在人们之间迅速传播，于是穆斯林撒散而逃，有的穆斯林突然遭到打击，停止了战斗，有些穆斯林拼死抵抗，希望宣教。在哈姆拉阿萨战役时，义务被入职，试图秘密撤军。他们利用一个前往麦地那的商队，要求他们转的穆斯林过来时人也召集军队。准备作战，但这种威胁增加了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了继续作战的决心。安拉赞扬他们说，有人曾对他们说，那些人却以为进攻你们而日和队伍了，故你们应当警惕他们。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说，安拉是我们满足的，他是有美的监护者。在欧和战役时，义务被入职，在就高呼，他们也杀了穆罕默德，这个流言在人们之间迅速传播。于是穆生破坏了这个谣言而大声喊道，人们啊，向我集中，我是安拉的使者，绝无欺骗，我是阿卜杜穆塔利布的孙子。散布谣言，听到一些谣言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这种行为会导致允许杀公民、夺取他们的钱财或侵犯尊严。罪人们因阿卜杜拉·ibn 的谣言而紧紧包围奥斯曼。奥斯曼曾获钱买下了卢麦井。这就是最好的人们。目前所有事情都变了，这个恶意信念已经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的形象。随着社交媒体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谣言很快的到处传播，谣言已经成为了作战手段和方法之一。战争不再是纯粹的，但是战争的方法已经演变，可以短期现在战争中使用谣言和虚假意识的武器，这些短期用社交媒体来煽动人们反对政府和统治者，他们也试图歪曲受过热的形象。这些团体对一切都于一种瞬息的质疑，质疑一切成就。这些恐怖主义团体尽量以各种方式试图破坏人们的意愿，歪曲学者、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形象。毫无疑问，防止谣言到处传播需要信仰和真正的爱国主义，也需要多靠岸了或相信岸了，因为很多人也许仅是传播谣言的问题。谁这样做，谁享受后世的重大刑罚。牧师说，一个人随便说出一句安拉喜欢的话，安拉将以此提升他若干评级。一个人随便说出一句安拉厌恶的话，他将因此锐日华语。我说了以上这些，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归安拉，用世界的主，我眼睛万物非主我有安拉，我眼睛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伊斯兰规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来保护社会免遭谣言。其中有一，我们不够一个小时之前应当弄清楚。正如安拉所说，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小时，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的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牧师说，在所有事中，对这都是好事，除非是有关后世的事。要说一个人等到什么就说什么，已经够得上一个说谎时，听到一些谣言时，不应当听途说。人云亦云，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传播谣言。安拉说，但是你们道听而途说，无知而妄言。你们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在安拉看来却是一件大事。牧师说，凡行如心后失职，则不的妨害他的邻居。凡行如心后失职，应管应管
应管待他的客人翻新就新后时日，自当说好时，说好时和言言。三，宣扬社会各个人之间的团结一致和合作的精神，不要自己分裂。听到一些谣言时不引导，听越说人越离远，应该做生意，做生意的才想按了说，当你们听见谣言的时候，心是和心意对自己的交保，为何不做善意的猜想，并且只是明显的谣言呢？因为猜疑是一种会导致生活紊乱的不知之计。他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吵架，目视年龄增高。猜疑，他说你们谨防猜疑，因为猜疑是最不诚实的话，你们不要打听，不要窥探，不要相互竞争，不要相互嫉妒，不要相互憎恨，不要相互作对，你们都是安拉的仆人，何为兄弟，如他所明。四，影响有阴阳之和真人之之请教，不应该予以判断其情。正如安拉所说，当安全和恐怖的消失到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下意全部加入他们把消失报告事实和他们中住舍的人，那么他们中能推理的人必定知道当如何应付。假若没有人说所赐你们的恩惠和赐恩，那么你们出少出人外，必顺从恶魔了。每个喜欢自己宗教和祖国的心事必须防止谣言到处传播。牧师说，谁保护他的小包的农鱼在复生日安拉让免遭活鱼的刑罚。希望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敌人用第四代和第五代战争和谣言战争来委屈爱国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形象，对一切都有一种深切的热议，一切成就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希望我们认识到我们目前正面连一场激烈的战争，谣言热枪战争的和紧紧的燃点。因此听到一些谣言时，不应当听与说。人云亦云，我们也应该坚定不够的面对敌人的阴谋。我们必须相信自己、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军队对于祖国的敌人和把绝望和凶兆注入在公民和青年人心里的人们，我们应该置之不理。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了解这些挑战，我们就成功的应对这些挑战。求安拉保佑埃及及他的人们、他的年轻人、他的军队和他的财富，并祈求安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